Morning。今天是星期五了，今天早上天气还蛮冷的，因为今天就只是送了 Yuna， 然后 ouch， Yuna 学校这边就有一个wall。打一下网球，因为今天爸比休息，然后他送 Jimmy， 我们出门的时候 Jimmy 还没有起来，所以呢我就不需要再送完 Jimmy 再找一个球场，又拿学校的这边就有一个墙壁就可以打一下，打个30分钟就可以去上班。先设定好时间，30分钟 ，timer。